只想报复之光。三十一号晚上 ，TFBOYS 合体在跨年演唱会上进行了表演，这一次也是他们成年后第一次合体演唱歌曲，粉丝欢呼声特别热烈。咔咔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三个帅气的男孩子吧。TFBOYS 是2013年成立的男子组合，今年已经成军5年了，目前算是国内知名的男子组合团体，也是国内第一个成功的养成系偶像。他们刚出道的时候也就是13、14岁，在大家的目光下成长。队长王俊凯，王俊凯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二的学生，99年出生，刚出道的时候他才14岁。这5年内他出了自己单曲、书读等歌曲作品，2018年上线的《天空猎鹰》在里面的演技也收获了大家的好评，还参加了《中餐厅》《高能少年团》等综艺，让大家都看到了不一样的王俊凯。听见他在日夜祈求的愿望。王源，王源现在还是高中生，2000年出生，之前参加了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面试，结果如何还没有公布消息。他在这5年里出10几首个人单曲，17、阳光不秀等，而且还作为常驻嘉宾参加了王牌对王牌的综艺节目。别看年龄，但唱歌、跳舞、制作音乐、主持，样样都能拿得起来。一个人在路上，背起行囊走向前方。易烊千玺2000年出生，是中央戏剧学院大一的学生。易烊千玺从小就是多才多艺的少年，他会跆拳道、变脸、葫芦丝、钢琴、雕塑等等。他在18岁生日会上公布了他亲手制作的3.5米的巨型雕塑，真是一个风格特殊的年轻偶像。他主演的电视剧《长安12时辰》和参加的《大兵小将》的综艺也会在最近上线。2018年因为学业的原因，他们很少合体演唱，表演很精彩，期待他们以后更好的作品。